我觉得我们今天来了，我追着机车来了。啊？在走吗？在哪走？这里要骑脚踏车，摔走。他只是摔手，因为他知道我骑脚踏车。你这样会啦，我想说你不会啦。我现在都忘记了。那你在哪里？年级八零。啊，正好是。所以，就是这样。